你赶紧告诉我。哎，好，谢谢谢谢谢谢，素梅，回来了吗？啊？素梅，素梅，我告诉你，咱妈有什么三长两短，别怪我不是你这姐。不是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倒说呀！你出门你不让锁门啊你？咱妈老年痴呆，你也老年痴呆啊你？你忙你加班，你总说你在人民关系的工作，我理解。可你出门你不能给我打个电话呀？咱们家在人命关天呢。妈出门的时候自己的银行卡都没有带，你告诉我上哪儿找的你？苏儿，苏儿，苏儿，现在不是互相埋怨的时候啊，是吧？你知不知道杨阿姨她什么时候出的门啊？我查了小区监控录像，早上她刚出门的时候，我妈就出去了。哦，那录像上都有是吧？那出门往哪儿走的？出门往左，奔北。往左奔北是吧？苏儿，你在家待着，哪儿都别去啊！那杨阿姨回来家里不能没人，知道吗？我跟你姐出去找去啊！走。哎，莫主任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啊，你可别吓唬我呀！他怎么突然就晕倒了呢？喂，小平，你在班是吗？啊，杨阿姨失踪了。啊？杨阿姨失踪了？这什么日子？你查我那个没有啊？刘亚平，你赶紧来咱们急诊室好好找找，是不是去咱们那儿了？好，我知道。没有的话，去附近医院问问啊。好。自从我老伴得病以后，他天天乱花钱，就买那些骗子推销的破烂。我跟说了他多少次了，他就是不听啊！你什么骗子？那是保健品，你懂什么呀？什么保健品？爸，你就少说几句吧。妈愿意买，你就让他买呗。这他信他们这骗子。你不就看我花几个钱，你就心疼吗？是，你就你信他的，那他那就是骗子。行了，大爷，少说两句啊。你不好使，他那药什么呀？那蒙人那帮人。行了，都别吵了啊。哎，护士长，见汪大夫了吗？你抽烟，你喝酒，花钱，行了，行了，得了。您看，就是这位老人。我们也知道现在还没到立案的时间，可是还是麻烦您给留意一下，有没有报案说是发现丢失老人的，好吧？你放心，谁遇到你这种情况啊都着急。啊，是。如果你们没有意见的话，就可以利用我们的平台，先把老人的照片呢传到微博上，看看有没有帮助。现在利用微博寻找一个人呢也很厉害。那谢谢您了，谢谢了。只能先这样了，咱们到别处找去吧。走吧。喂。哦，明白。哎，你们二位等一下。现在在河边发现一个溺水老人，你们二位要不要过去看一下？溺水老人。
杨阿姨，杨阿姨，杨阿姨。这不是杨阿姨啊，这警察也真够着急的，是男是女都没搞清楚，你说。苏丽不哭啊，不哭，苏丽，我是杨阿姨就好。想尿死我是吧？那我吃保健品就不行了吗？吃保健品咱也一样致命啊！老吃那破药，吃药三分毒，是想害死我是吧？你还大夫？哎，您说这事，我就知道你没好心眼。净他上当受骗呢，多好的降压药他不吃，一破枕头能降压吗？还说喝两瓶神仙水就能包治百病了。我们楼下就是梁子健身，儿子儿媳妇给他买了卡，他不去，非要买一个按摩床，10000多块。说是包治百病，您说说这能包治百病吗？门儿都没有。结果呢，血压不但没下来，高压都210了，这哪是血压呀，都成电压了。我乐意，我儿子媳妇儿孝顺，他愿意给我买，气死你，气死你。就信他们，磁疗床要是能治百病，咱还要医院干嘛呀，是吧？您的心肌缺血十分严重，情况很危险，需要住院治疗。不睡，我不睡。他怎么走了？妈，妈，这老太太怎么走了？哎，这老太太。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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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抢救医室，快到抢救医室去，慢点啊！我问一下，这是第二附属医院吗？我的妈呀！家属啊，这是住院单，赶紧去办手续住院。怎么还在医院？我不住院，我要回家，我不住院。妈，你就别闹了，咱不住院，大夫检查完咱就回家啊。你们不能这么顺着你妈，得听大夫的。爸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大夫，我们能不能保守治疗，不住院？住院就是保守治疗，老人现在情况很危险，必须得住院。我不住院，我不住院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这老太太死活不肯住院，肯定是怕花钱。跟钱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现在的患者哪个不是觉得医生在坑他的钱？你也这么想？患者这么想医生，医生这么想患者，绕来绕去离不开一个钱字，还有没有点心情？我，您自己去说吧。大妈，我把这个放在这儿了啊，咱先不住院。您能告诉我，您都怕些什么吗？我怕死了回不了家了。老话说，70不留所，80不留饭。我都80了，我不住院，我要回家。这话谁说的呀？不对。您听我说啊，前年呢，我奶奶也跟您一样害怕，她不住院。后来我好说歹说的，最后还是听了我的话，入院治疗了。您猜现在怎么着了？91岁了，身体倍儿棒，吃嘛嘛香。91岁还住院啊？你不相信？问他。啊，对对对，他爷爷都97了，现在有病了呀，还自己打车到医院来呢。对。
还自个儿打车到医院来。老伴儿啊，你呀、啊、就听人大夫的，实然不行啊，让大夫给我也开张单子，我也住院，在这儿陪着你，好不好？啊，您就放心吧啊，去办手术去。的路了，天快黑了，身上又没带钱，突然想起咱们二院，就一边打听一边走到这儿，一天都没吃东西了。你以后可得小心点，这样太危险了。是啊。他还记得你啊？他一会儿叫我雅萍，一会儿又问你是谁呀、啊？他一会儿管我叫苏丽，比我上次见上的时候严重多了。别哭啊，我不吃了。是啊，别哭了。谢天谢地，这可算是找着了。你说刚才把我们给急的，找了多少地方？杨阿姨啊，可真棒啊！你说你一个人能找到我们医院来，真行。你是？啊，我是小关呐。关锦州。哎呀，阿姨，你记得我呀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阿姨认识我。阿姨，你怎么不跟苏丽结婚呢？啊？是啊，那您今年28，看着也不太像啊。怎么着，我就是长得老成点儿，还不成啊？护士长，大爷，现在医院规定都是实名制就医，我们有义务核对。嗯，您要是冒用别人的医保卡，那叫骗保，会承担法律责任的。对，这样，您要是对医保卡有什么使用上的不清楚，等您查询清楚了再来，好吗？对对对。就你负责任，有卡不就得了？管吃谁的呢？医院不是你们家的。哟，护士长，看你这生龙活虎的，又开始斗智斗勇了，心情好点了？哼，你要是能给护士长补一级工资呀，他心情更好，是吧？哎呀，你们俩别臭贫了啊！医院这活不好干，说不定哪天我也被人告了。哎，你说我要有康晨那么个爹就好了啊！辞了职有人罩着。啊，康晨辞职了，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不知道？这还叫大事儿啊？雷大夫结婚那才叫震撼。康晨辞职跟雷大夫结婚了？哎呦喂，你这习惯性慢鸟，吃屎都赶不上肉。哎，我离婚你知道吗？我知道啊，你不是都离好几次了吗？以后你往死里欺负他，我绝对不拦着。人家雷大夫那是跟他得了癌症的同学结的婚，康晨那是他爸让他辞的职。张国居一台阶下的，人家姑娘辞了职，马上办签证去美国留学去了。最可怜的是骆主任，你说说，啊，为医院工作一辈子，临了临了自己倒下了，好人难做呀。骆主任也病了，哎呦，那咱急诊室不全乱套了吗？那这怎么这？哎呦，我踢你了！你等等等等，
骆主任生什么病啊？我跟你不是一单位的。哎，护士长也调走了。哎我，我跟你也不是一频率的。哎，我。上回拍完 CT， 我就知道了，脑部的肿瘤已经很严重了。本来想快退休了，等退休了以后再做手术，可没想到它扩散的这么快呀。您得马上做手术，越快越好。你我都知道，做这个手术意义不大。唉，只是没想到，眼见得快退休了，最近发生了这么多让人窝火的事儿，名誉都毁了。知道让你接这个主任很困难，可是他急诊室不能停，他不能群龙无首嘛。现在还有谁参加岗位竞聘啊？到目前只有一个，王小涵吧。关继周。关继周？昨天才把材料递交给我。哎呀，有这是谁呀？啊？哎，我不知道你在这儿睡觉。哎呀，我好不容易才睡着。对不起。哎，你拿这个护士长知道吗？这个呀，是护士长派了我一个好活，所以他。拿人家东西。这场面也不大。贸易洽谈会能有多大动静啊？这种会啊，就是吃吃喝喝、游山玩水嘛。行家啊，王大夫，看来你是经常参加大型活动的保健啊。走，妮子，咱们进去看。没劲。这种给外国商务人士看的演出，不是京戏就是杂技，再不就是变脸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小夏啊，看见佐洛了吗？
干嘛问我？你们俩不老跟连体婴似的？他出去了，说马上就回来了。那他有说去哪儿了吗？人家可没跟我说，我既不是领导，又不是你的坐探。哎，你想找他，自己打电话不会问啊？手机、短信、微信、私信，随便你啊。我这还忙着呢啊。关老师，关老师，关老师，您怎么睡这儿了呀？有急诊呢？没有，院办的呀，让您过去一趟。哎呀，这好不容易睡着。院办找我，怎么让你来通知啊？你打个电话不就行了吗？干嘛跑一趟？不是，我说，你们这儿的条件比我们住院医的宿舍的条件好多了，还有没有空房啊？啊，求收留！收留你啊？啊！我那儿还睡沙发呢。这就是所谓的同居。没错，混乱的同居。哎呀，那人多着呢，是群居啊。这剃须膏的味道啊，还真是好闻。怪不得有人说，刮胡子的男人最喜欢。我最喜欢闻的是福尔马林的味道，没想到吧？你先过去吧，啊？那我上厕所啊。我刚刚去看过老六。要不是汪小涵发现他有问题，他到现在也不去做检查。这个老陆啊，我建议他立刻手术。哦，对，你那个材料啊，我看过了。我就想问你一个问题啊。据我对你的了解啊，你这个人平时对这个岗位竞聘这事儿看得很淡很淡，这次你怎么突然间提出来要竞聘呢？院长，我说出来你别笑话我。我前妻啊是个什么挺俗的人，不过他说一句话，我觉得还挺在理的。什么话？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嗯，那你现在就应该做一件事儿，让他崇拜你。是不是挺俗的哈？哎，这话说挺好，有点道理是吧？关大夫，好好干。你得做好准备，恐怕这个急诊室啊，还就得交给你。哎，小夏，嗯，哎，帮买单的时候，江大夫，江大夫，江大夫，你说 B 超在二楼，我到了二楼，他们说您心电图检查单子又开错了，又把我支到一楼。这好人都快跑出病了，哎呦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一看就是电脑出错了，电脑弄错了，我马上再给您开一张。喂，你好，哎，张总啊，哎，医疗器械公司的白萱萱，卖假肢的又来了。
他们公司啊，一点信誉都没有。就上一次，有个双降腿的患者用了他们的假肢，没多久就在腿里生锈了，害得公司和医院呐都快要干死了。就是我啊，都没脸再来了。他倒好，成天往这里跑，挣这种昧心钱，太扎心。哎，这女的是不是跟设备科科长郑可民关系密切？小三儿啊！哎，这可是您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这人重要啊，这人多人少都是人，只要有隐患咱就得防范，明白吗？这坐这儿一等就等上大半天，十次有九次都是白等。我倒希望十次有十次都是白等。你说这谁的时间不是时间啊，有这点功夫干点什么不行啊？我倒希望在急诊室待着，忙点还有意义。等待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同样有意义。哎，你干嘛不让我去呀？阿姨，苏大夫说了，您哪儿都不能去。这都到点儿了，我得看。这要是有什么事儿呢？这要出什么事儿？你看看，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阿姨非要看午间新闻，我说我这3G手机能看吧，他又看不清，说要看大个儿的电视。看得清啊！妈，跟您老人家汇报一下，今天天下太平，什么事儿都没有，既没地震也没海啸。国家领导人身体健康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不看了啊！你说的这都是国内的事儿，我还想知道国际大事呢。这万一哪个国家的元首来了呢？妈，这是一家医院呢，你看那人那么多，你再走丢了，昨天晚上出那事儿还小啊！你吃饭，坐，给你打了饭了，先把饭吃了啊！吃完饭我给您送回去。阿姨，你说新闻少看一次半次，咱又不少块肉。阿姨，走，我带你看电视去。干嘛去？放心吧，苏大夫，我会完璧归赵的。哎，你小心点啊！啊，早点回来啊！啊。阿姨，看电视。吓我一跳啊！这我媳妇儿专门从家乡给你带的礼物。你少来，人家从家乡来的时候，人家还不是你媳妇儿呢。你嘿嘿什么呀你？他真是你同学啊？对啊。不是，你真跟他结婚了？不是，那有什么呀？民政局发的大红本我不是给你看了吗？怎么你怀疑？啊、哦、不是，我是说这事儿办的，你为什么不请客呀？我哪能那么吝啬？我肯定只结婚，不请客。但是份子钱不能少啊！明儿我就弄一大谱了，我挨着全院我收份子钱去。财迷。哎，苏大夫，我姐，我有个事儿啊，想请你帮我个忙。我就说嘛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大红袍喝。不，跟这没关系，这是情谊。什么事儿？是这样啊，你看我媳妇儿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又是陪床吧、化疗吧，一大堆事儿，我都得倒腾出功夫去帮她办，我少不了呀，得找人倒班儿。姐，你关系多，认识人又多，到时候这事儿
你得帮帮我啊。亏你还叫我一声姐，就这事儿你太小看我了。你不说我都打算那么做了。哎呀，我就知道全院就我姐最疼我。哎呀，雷疯子，雷疯子，到今天我才感觉到你这是真结婚了。这有什么呀，不就结婚吗？用得着翻来覆去考虑来考虑去的吗？我可不像你跟冀州似的啊，你们俩这感情吧就跟打游戏卡了带似的，咔卡那儿了，几年前在哪儿，现在还在哪儿，看着都没劲。不是，我们俩什么关系？我们俩就普通朋友啊。你说这爱是需要激情的，对吧？就是这个一冲动去结婚，他这冲动也是一种激情啊。哎呀，关继周吧，人是个好人，可是就是没有这激情。姐，你真是这么想的？要不然这辈子就这么过去多没劲呢。不姐，我得跟你说说心里话啊。你也知道你弟弟是个眼里不揉沙子的人，我看上的人没几个，冀州真是个好人。哎，是是是，这不是，你听我说，你跟谁过不是过，你这可是一辈子的事儿啊。哎，你说两个成长环境不同、教育背景不同、生活习惯不同的人，在要过一辈子，你说他没点基础？你说这个基础是指什么？嘿，爱情。爱情？嘿呦，什么爱呀、情啊！我告诉你啊，爱情从根本上来说，就是一种荷尔蒙的冲动。你跟谁都一样，头十三个月，哎呦，火急火燎，情不自禁，跟谁都一样。十三个月以后，偃旗息鼓。就跟你跟冀州现在是一模一样的。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我们连十三个月都没有，不一样。哎，你别看我，你看那边，再转一点。这儿。对。嗯。哎，真好，这角度真漂亮。哎，你知道像谁吗？你看那儿，特别像林青霞。真够贫的你，别拍了啊，脸色那么难看。一点都不难看，你是真不知道，女神就是你这样的。看那边，看那边，还女神呢。做了手术以后啊，连女人都不是。胡说八道，是不是女人得当老公的说了算？哎，你别动，还看那儿。你知道这头发呀、把这小眼神这么一挡，有点那个油爆琵琶半遮面的感觉。别动啊，不，你别动，别动，保持保持，面带笑容，保持微笑。哎呦，绝了！这张照片，我看，这构图好吗？老婆，中午想吃什么？哎，你别陪我了，急诊室那么忙，你去忙你的啊。没事，我跟你说，我们科里的人知道我媳妇要做手术，都争先恐后的替我倒班，人缘好。你科里的同事可真好。怎么报答你呢？报答呀，都是我媳妇儿了，都以身相许了，报答的事就算了啊。你可得好好的，要不然我可真伤心了。看看真漂亮。哎，你是只对我一个人那么好，还是对所有的患者都那么好啊？那我是个大夫，我当然得对所有的患者都好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就对我媳妇儿好。来，靠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欣赏欣赏我的杰作，快，靠着，靠着，靠着。哎，你说啊，都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我怎么一看那照片，还能想起咱们小时候那会儿的事儿？
你不是不来了？哦，比起给你擦车，我宁可看这耍盘子的。擦什么车？汪大夫呀，蒙我给你擦车呢，我才不上他的当。无聊的天敌就是凑热闹。小姑娘，活那么多人，活都掉下来了。呸呸呸！你说点好听的吧你。马三立讲话，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。我什么时候说话这么灵验过？快去找汪大夫。汪医生，快快快，来活了，走。脉通路，五百盐水。五百盐水。注意支，荔枝血。荔枝，荔枝血。你没事吧？啊？我不是。来了，你看啊。开放伤口，办活动性出血，需要马上做手术。好，抢救意识三成。哎，你怎么下车呀、啊？大夫，能扶我一下吗？怎么你也摔了？是我把他们给摔了。哦，来来来，别倒别倒，慢点慢点，慢。护双，一二三。血压多少？血压60/40，心率150，呼吸30，血氧70%。失血性休克，再开一条静脉通路。再开一条静脉通路。抽取血标本。抽取血标本。低分子右旋糖苷500毫升。低分子右旋糖苷500毫升。控制血库800血/400降。好，控制血库800血/400降。准备气管上管。准备气管上管。连手术室通知耳鼻喉二线大夫，马上手术。马上手术。那个谁呀、啊，赵丽丽，来帮帮我。哎，你抢救室在这边，来来来，你上这边来。哎，慢点啊，慢点慢点。疼得厉害是吧？你先给我坐一下。太太，怎么回事啊？村长，谢谢啊。都怪我，是我不好，我没拖住。你这孩子怎么能出这么低级的错呢？你说这原野要是摔个三长两短的，你说这就……您先别急，您是他团长是吧？哎，是是是，他的腰也得检查一下。那就快查吧。不不，我不去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沈佩佩。佩佩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你疼得这么厉害一定是有原因的，你现在不查将来会有大麻烦，知道吗？我要在这等他。出来了，慢点慢点，来来来。哎，
夫，大夫，袁野怎么样了？他呀，伤在脖子上，出血量很大，伤口很深，需要马上做手术。哦，那我能跟您去看看他吗？啊，可以。哦，别急，您在这等着，在这等着啊。又疼了是吗？你还是跟我来查一下吧。啊，来，那个谁，张琳琳，来帮我一下。来来来，慢点慢点。来来来，扶他一下。轻柔的手指抚摸我，给我安慰，温存的眼神俯视我，给我关怀。是你治愈我蔓延的寂寞的伤痛，叹息和眼泪变成了云彩。不知道你何时悄悄离开，消失在茫茫人海，再也听不见你亲切话语，熟悉的身影从此不再。无言的爱，你该在乎我的等待。无言的爱，你该懂得我的尘埃。我知道云会重生，梦会再来，只要我真心等待。曾经把我生命托付给你，无言的真情，大爱永远不衰。无言的爱，你该在乎我的等待。无言的爱，你该懂得我的尘埃。春风如期到来，梦之花一定会盛。春风如期到来，梦之花一定会盛开。